段比较轻，所以他现在已经算保守，为了不要被 YouTube 砍掉。哦，对，到时候就是这次上台，又太又太正常了，我就他很难聊天。我讲了，好，你去，快点。你坐这，你看，你这样不是好多了？我们就是一起的，有，我平常就这样啦。你来我家，带这样一坨是什么意思？你刚刚是想问这件事的？嗯。我真的看不懂他们的睡衣耶，这要怎么穿？我就想要问你们平常会穿怎样的啊？那我想问你，你也会穿衣服吗？我跟你讲，这是我是哪里拍照的？可能其中某一件是那个香香，就是从那里来。我不要拿那一件，我也不想。你不觉得这个很美吗？这是他的尾啊。美的哎，这跟 Nancy 的那个异曲同工之妙。所以平常你都是这样穿，类似你一年四季都这样子。在家的话，会有穿紧身吗？有是有啦，就是年轻的怎么有一种淡淡的哀伤？我也是平常去旅游的时候也是要穿啊。去旅游的时候我会带稍微保守一点。就是我去泰国，他是穿两件是棉质的。对。你的话，我就觉得你好像都穿棉质的。很支持我，我是穿到都是一半，我是真的有在穿，真的，我真的好谢谢你们，我两个都是。可是我不喜欢圆领，就觉得被勒住、被扣住，就是要到快露点才高兴。没有，我睡着了。你干嘛穿睡衣？我就在家里走动啊。在家里走动，很奇怪。那会穿内裤吗？会穿内裤。我兴趣其实是收集内裤。哇，这个算厉害。上面有洞的那个。其实有，是在后面吗？对，可是它的洞怎么这么上面？这个目的是就是这几天让你大便比较方便。我觉得这个还是我的大便没有。太恶心了！但有时候那种就是复古系列是蛮可爱的。所以宇宙人喜欢哪一种？不管我怎么样，我好像还不在乎这个。就算我平常穿衣服，他也真的不会夸奖我，他就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。除非就是结婚之后，他觉得太露，那如果跟我爸妈吃饭，不要穿，怕穿着。可是跟爸妈吃饭可以理解啊。所以你会觉得另外一半就是穿的比较就是性感。对啊。可是我觉得他那尿比较准欸，因为我们通常都会怕第一件出场过之后不能再穿别人。对，一定要买整套。对对，你说要一直上下吗？要更新啊！对，这样谁不穿他都不会发现。我倒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性感睡衣穿的是情趣，享受完那个激情刺激过后，你再出现第二次就没有信心。没有，我是真的就隔很久才穿。他记忆力这么好，他很在意啦。对，不然连那个造型都太特别了，害我觉得很怪。想要买，因为看到就觉得很漂亮。对，像我看到这种就会很喜欢。那你嘞？婚前婚后没有差很多，但是我们以前还在远距离的时候，那时候就会比较高刚。我就是会去买那种马甲，然后吊带袜那一种。远距离，然后要见面的时候，就是一定要准备好，求一个那种，你知道，就打开浴室的画板，都出来它就是那种。就要摆 pose 吗？没有啦，没有像他这样。Mike 跟宇宙人比较像，他其实没有很 care 穿什么。后来我就放弃了什么吊带袜。但你现在其实也还蛮性感的。对我来说，它是舒服的，所以我穿。不会因为你就是裸体，就比如说打开棉被，然后就突然就觉得，我们现在就是躺下来，然后就各自睡觉这样子啊。婚后生活太赤裸裸，我觉得这样会不会让很多少女们粉红泡泡破碎？所以就是结婚可能前几年，我都还是会很努力，就是去买一些这些东西，还是要经营一下，因为我觉得男人都是视觉动物。平常你跟他出去的时候，还是要好好的打扮，他会觉得很有面子。我觉得是，对，就是也是跟朋友吃饭，但那个朋友是刚认识的，是他的朋友，所以是男生。然后结果他看到我有上光疗指甲，可能是他很细心，他说，你的指甲这样子，这个你的指甲很漂亮。至此之后，就是像现在要带我去做指甲、种睫毛，都会觉得很乐意。真的假的？就是他是会带我去啊，女生聚在一起晚上都很想讲这些各种。对，之前你的那个单身趴也是讲的，别人的哇，吸收很多，精彩，还团购了一些东西。对，虽然大家都是已婚妇人，可以这样好像被单身聚在一起，然后把老公赶走，对啊，然后讲一些这种，还好你有一个新家，下次要把学校搬回来，讲一些
狗戏杀，我觉得这也是舒服吧。对，就是我觉得就是不管你是有男友或者是结婚或者什么的状态，都需要一些那种跟姐妹女孩的聚会。对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女生私底下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尺度其实很大，蛮大。我问麦，他说他们男生之间是不会讲这种事情的。没有，我觉得那是看做了那一边的朋友，就是有一派会讲，一派不会讲。但他们会讲，会讲自己另一半吗？还是会讲过往的经验？可能大家都有小孩，然后我现在还没有怀孕，有小孩，然后他们就会跟他比较，是不是？就说好，我今天我老婆就是刚生完，他觉得下面不够湿，他觉得太干，跟以前比，而且他很 detail 的讲给我们听，但老婆不在。但是我真的觉得这是看人欸。对，所以我就说是看的，但是我觉得算是少数欸。对啊，他不会讲，他不会讲，他不会讲，就是不会讲你讲有关我的事情。二十年还在那讲前女友，我就很烦。不过还是会想调侃另外一半一下。他会说妻子，这一生只爱你一个妻子，这是他工作常常会讲的话，但他就很开心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看到他就是有群组，就是比如说那个群组都是穿小衣。对，就是老片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每一个男生一定会有一个色情群组？麦考就没有，一定男生是分分开一个篮球的群组，然后里面是 A 片。你怎么知道？一模一样哎！你自己说是不是？篮球、撞球、钓鱼。对，可能因为我不会去看他的那个群组，所以你会想要看一下。我其实还好，可是就是比如说像近半年，他就是很迷 Instagram， 我就会看他都在 follow 谁，然后我 follow 一些虾妹，就我不会说你怎么会 follow 虾妹，我就会说你要考虑一下，因为就是也是别人认识我的，然后别人都知道你是我老公，然后如果他点进来看到你都 follow 一些虾妹，那这样子就是让我就是很没面子，然后他就懂了，就会 unfollow。那如果只是有 follow， 然后但是不一定就是会按爱心照片，按爱心就笑。不能按爱心啊！但是因为宇宙人的工作就不一样，他就一直要按爱心，是就是因为他会穿我的衣服 tag， 所以他就每一个都得按。就是这个还好，但你的如果是你按，你能接受吗？就会假装大方，说你按了、啊、没关系。这句话听起来就可怕了。是酸的啊！你讲这句话，一般男生他就求生欲高的应该就会知道。就我有时候我看到一些那种很帅的肌肉男挂一个浴巾，我会截图然后传给我的姐妹。这正常吧，就是看到不错的会分享。他们有这种群组，其实可是那就是皮毛级的问题。我曾经看过是正常群组，但是有些人可能他就是在网络上有没，然后看到觉得拍就拍。我就说为什么他可以就是随便拍人家？我也不行。路人妹我觉得不行，专业的那种叫就是 A 片然后干嘛，我就觉得还是他的工作啊。因为我就会说，好啊，那如果有哪天别人把我随便拍了就上传，就是你看他这样，就是很没礼貌。对，但是他就是会跟我讲，因为就是你拍的。对，我就说，哦，好啦。然后他就说妻子，在我心中你是漂亮的。累了，人累了，平常都没有。你这个老板娘，下几点了？很晚了哎，我是养生的人，我们应该要。你真的还蛮早起，明天期待你的早餐。没有早餐，明天要换那个安娜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是在网络上说什么你在学习。可是你不是 笑到翻天？还好，因为你说出来教我，对耶、啊，你说要教我，所以我们两个一起做。那我就要睡晚一点等你们喽。我也很会进行睡晚，孕妇可以睡晚一点，孕妇可以吧？孕妇可以睡晚一点。我今天至少吃一颗我煎的蛋。好，可是我要全熟的。啊，你要全熟？对吗？我可以指定六分熟吗？可以，我最爱煎六分熟，荷包蛋再煎炒蛋，好不好？看你来喽。期待哦，第一次要吃你做的煎蛋哦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晚安。为什么呢？是不是？从上到下都是一样的话，所以是。